新妹拿去啊！等你帮我晒啊，这边大哥。这边大哥，你等帮我晒啊，好不好？拜托你啦。好啦，好啦。抢来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山真的很漂亮啊！你看狂有灾啊，真的运气真好啊！这两天啊，今天我找到人去做追，对，我跟大哥讲，这其实难得一点，我一点。哇，啊，这边大哥做给新的，有不要不？我早起无钓，我今要去捞来呀，我要捞来去啊，对哇。啊，你儿子要来哦。我们已经管了，不是姐说到那个哎，这边大哥，你快点下去，他们要吃饭的啦。哦。